秋天是南瓜盛产的季节，新鲜的南瓜就是要来做南瓜派啊。先来做派皮，奶油加入砂糖，打一颗全蛋，加杏仁粉，还有低筋面粉一起拌匀成面团。把面团装进塑胶袋压平，封好放入冰箱让面团变硬。冷藏3小时后取出面团，桌面可撒点高筋面粉防粘黏。擀成约0.3公分厚的派皮，把派皮放入涂了奶油的烤模，铺平切掉多余的边。馅料的部分，南瓜蒸熟打成泥，加入糖、肉桂粉、姜粉、肉豆蔻粉调味，分次加入鲜奶油，最后再打一颗全蛋拌匀。将做好的南瓜泥倒进派皮，放进预热好的烤箱，以170度烤35分钟就可以了。南瓜派在美国是秋冬很常见的传统点心，南瓜馅绵密香浓，配派皮汁实在好可口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